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的陈琳，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亚洲峰会。今天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下阿帕奇应龙是如何应用 Pulsar 的。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毕业于四川大学，目前工作在腾讯数据平台部门，是阿帕奇 Pulsar 和 BookKeeper 的 contributor。今天的分享分为四块，因为很多人应该没有听说过 Apache Inlong，因此第一部分我首先会介绍一下 Apache Inlong，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一下 Pulsar 在 Inlong 中是如何应用的，第三部分会重点介绍一下 Pulsar 所应用到的场景和踩过的坑，第四部分会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当前正在做的和未来要做的工作。首先介绍一下 Apache Inlong。Apache Inlong 是腾讯捐献给 Apache 社区的一个一站式数据平台，目前应用到了很多个知名的产品，比如微信支付、腾讯会议、企业微信等。这个是 Inlong 的架构，最上层是 Manager，它提供了统一的元数据管理、健全认证，还有 Open API 和周期调度的能力。下面的五个模块分别是采集、汇聚、catch、分拣和入库。采集支持 SDK 文件、DB 等多种数据源。汇聚存通过 data proxy 解决链路收敛和防止把缓存去冲垮的情况。catch 层也就是 MQ 部分。应龙目前支持 Pulsar、卡夫卡和自带的 Turbo MQ。分拣部分，业务可以直接从 catch 层消费。支持离线和在线业务，也可以通过应龙自带的 sort 将数据发送到海无 Iceberg、HBase 等多个流向。接下来说下 Pulsar 在应龙中的使用。首先，为什么会选择 Pulsar？我们通过测试分别对比了 Pulsar、卡夫卡和应龙自带的 TurboMQ，发现 Pulsar 有诸多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低延迟、多副本、高一致性。高可靠和丰富的语言客户端。接下来先介绍两个应龙的概念，stream 和 grep。stream 代表了一个数据流向，grep 代表了一个数据流组，其中可能包含多个数据流。这里的 stream 对应到 Pulsar 的一个 topic，grep 对应到 Pulsar 的一个 namespace，一个 namespace 下可能有多个 topic，就对应着多个 stream。这里举一个例。来看一下整个数据流向中 Pulsar 在应龙中的作用。这里的 group 一包含了两个 stream，分别是 people 和 stocks。这两个 stream 通过 proxy 分别写入Pulsar 的两个 topic。这两个 topic 分别是 people 和 stocks，它们同属于一个 group 一的 namespace 下。紧接着下游通过 sort 消费作业进行消费，将两个 topic 的数据分别消费并写入到下游的两张 DB 表中。这就是应龙的一个完整的数据流向。接下来介绍 Pulsar 应用的场景和我们踩过的坑。第一个应用场景是腾讯安全，这个项目是腾讯用来防止黑客入侵的一个项目，它保护着上百万的服务节点。在该场景中应用 Pulsar，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第一个就是超大量，每天处理的消息大概是3000多亿。然后另外就是客户端比较多，最多的一个订阅它有1.6万的 consumer 客户端，并且该场景使用的 Pulsar，消费模式也比较多，包括 C2、K2、V2 等。第三个就是客户端会频繁的重启，因为客户端它部署在 KVS 上，并且支持了自动 console 的策略，所以会经常出现部分客户端自动下线或扩容的现象。并且在这个场景下，业务会经常的去上线一些策略，所以也会经常的出现批量重启客户端来进行升级的这种现象。在该场景下，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这里主要分享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在 telling read 的时候发现有 miscatch，第二个是频繁的 unload，第三个就是 OM。第一个问题是 telling read 的时候出现 miscatch，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开启在 Pulsar 的读写流程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幅图。对于写 broker 在收到 produce 的请求后，首先会放到 pending queue 中，然后将数据写入 BookKeeper 中，最后再放入 cache。对于读，在 consumer 进行消费的时候，broker 首先会从 cache 中获取数据，如果命中，那么直接返回给客户端。否则直接从 BookKeeper 读取。那么既然有 cache，肯定就有对应的 cache 驱逐条件。我们可以看右边这幅图，目前 cache 驱逐的条件是：第一个是基于 size 时间的条件，第二个是将已经推送给客户端的消息从 cache 中驱逐，也就是基于最慢的 consumer 的 read position 位置进行驱逐。由于在该场景中数据规模比较大，客户端比较多，而且会经常自动扩缩容，有时候客户端也会批量的重启升级，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数据重推，从而出现大量的 miscatch，影响到集群的稳定性。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新增一个基于 mark delete 位置的驱逐策略，也就是根据 consumer 的 ACK 的位置进行驱逐，而不是 read position 位置，这样在数据重推的时候。只要 cache 的 size 和时间条件不是太小，那么就不会出现 miscatch。第二个问题就是频繁 unload 的问题。在了解该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Pulsar 是如何将 topic 分配给 broker 的；第二个是 Pulsar 的负载均衡机制是怎么样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左边这幅图。首先，Pulsar 引入了一个 bound 的概念。然后通过一致性哈希算法将 topic 映射到 bound 上，每一个 bound 都是一个区间范围，topic 通过哈希到对应的区间上所完成的 topic 和 bound 的映射，在右边这幅图中再将对应的 bound 按照负载情况分配到各个 broker 上，最终就完成了 topic 到 broker 的分配。那么 Pulsar 在这里引入 bound 的概念是为了减少元素域信息，从而支持更多的 topic。那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 Pulsar 的负载均衡机制是怎么样的？如图上描述的，这里涉及到几个模块，第一个是 leader 的选举模块，第二个是负载计算收集上报模块，第三个是负载均衡管理模块。对于第一个模块，主要是借助 ZK 选出一个 leader broker，通过该 leader broker 进行最终的负载均衡。第二个模块会周期的调度，会周期的计算上和上报相应的负载信息到 broker 到 ZK 上，最后通过第三个模块来获取对应的 ZK 目录，并感知到所有 broker 的一些负载信息变化，从而获取到全局所有 broker 的负载信息，然后通过配置的负载均衡算法来判断是否要进行负载均衡操作。负载均衡算法的目的是从负载高的 broker 上选择对应的 bound，并进行 unload，在 unload 后，客户端会触发重连，并且再重新触发 bound 的分配。leader 节点会通过相应的 bound 分配策略来分配到对应的 broker 上，默认的是选择负载最低的 broker 节点。整个过程就完成了一次负载均衡操作。从这个图上看，还可以看到 bound split 的策略。这个主要是用来为了解决当一个 bound 承载的 topic 比较大，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导致该 bound 分配到任何一个 broker 负载都会比较大，因此需要借助 bound split 来进行拆分，把一个热点 bound 拆分成多个小的 bound，然后进行一个分配。在了解了 Pulsar 的相关概念和机制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现象、原因以及解决方案。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服务端反复触发负载均衡，不停地出现 unload bound 的情况。在前面我们提到，负载均衡算法的目的是从负载高的 broker 上找出 bound，并进行 unload。在 unload 后，客户端会进行重连，并且重新 look up。那么这个时候就会 leader broker 就会将这些 bound 分配到负载低的 broker 上。因此，如果频繁 unload 的话，客户端就会频繁的重连，从而就会影响到相关 topic 的一个读写。通过日志分析，我们找到了对应的 unload 的日志。
这个日的含义是说，从一个 broker 上，找到了一个 broker，它的一个资源使用率超过了平均使用率，然后我们要从这个 broker 上卸载的流量是这么多。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计算的一个资源使用率和要卸载的流量都是一个无穷大的值，并且我们进一步通过监控去排查，发现有一段时间，有一个 broker 它计算出的 CPU 负载是无穷大的。所以，我们初步判定是 broker 的负载计算模块出了问题。这里资源的一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就是说用当前的一个资源使用率减去上一次的资源使用率，然后再除以两次计算的一个时间间隔。注意这里的一个时间间隔是一个秒，单位是秒。并且这个周期调度的方法采用的是固定速率的一个周期调度方法。那么一旦当发生比较严重的负极 C 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两次负载计算的间隔小于一秒，计算间隔时间为零，然后最终就会导致计算并上报的值是一个无穷大的值。那么解决方案也很简单，broker 在周期计算资源负载的时候，那么我们使用固定周期间隔的方法来代替这个固定速率的一个调度方法。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就是 broker OM 的问题。我们通过当补抓取到了 broker 的堆内存，从中可以看到内存占用最多的是 pending SK 这个变量，大概占了9个 G。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变量的含义。当客户端使用的 share 或者 key share 的消费的时候，那么 consumer 使用的消息确认方式是单条确认的方式，而不是常见的累计确认。因此，broker 的消息推送给 consumer 之前，会将消息的相关信息记录到该结构，表示等待ACK 确认的消息集合。在收到客户端的 ACK 确认后，会将对应的消息从该结构中删除。整个过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变量是一个自定义的 map 结构，底层实现是通过数组来实现的。该结构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会触发扩容。由于该结构实现上存在 bug，导致即便该结构有很多空闲的位置，也会频繁的触发扩容，从而导致该结构无限的增长下去，并且该结构不支持自动的一个缩容。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说，修复了这个扩容的一个条件的一个 bug。这个 bug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往一个这个 map 的数组位置中存放一个元素，那么该位置就会做一个标记。在 map 进行 remove 的时候，理论上会将该标记进行清除，但由于存在这个 bug，导致即便将数据 remove 后对应的标记也没有被清除，因此在计算使用率的时候就会误判认为需要扩容。那么第二个就是，增加自动缩容的一个能力，就是对这个 map 结构，那么当它的使用率小于一个阈值的时候，默认是15%，那么就会触发自动的一个缩容。OK，接下来介绍一下 Pulsar 的第二个应用场景，这个应用场景就是腾讯视频，这个场景的一个特点是订阅组比较多，大概有2000多个订阅组。客户端第二个就是说，客户端它在重启之后都会进行一个回推的一个消费。在该场景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ACK 持久化写 PK 的一个问题，也就是 PK 写放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场景中集群有10个节点。正常的数据 QPS 并不高，整个集群只有 5K 每秒，但是单 BK 节点的写入 QPS 却达到了7万每秒。Publish latency 的话超过了20秒，甚至偶尔会出现 produce 客户端超时。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 produce 在收到客户端的 SK 请求后，为了保存消费的位置信息，需要持续化到 BK 中，以便 broker 重启的时候能够从 BK 中去加载到各个订阅组的消费位置信息，从而接着上一次的位置进行消费。由于该场景中订阅组比较多，达到2000多个订阅组，并且每个 consumer 都是单条确认，从而就会导致 SK 请求过多，SK 持续化且 BK 的频率也会比较高，最终就会导致单 BK 的 QPS 过大，从而影响到正常的一个数据写入。那么解决的方案的话，就是说在
由于这个场景接受一定的数据重复，因此，这个 ACK 持续化就不需要太过于频繁。那么因此我们做了一些配置调优，服务端主要调整了调整的配置是 PPT 上的这两个配置，第一个是说，控制一次持续化写 BK 的一个数据大小，第二个是持续化写 BK 的一个频率。这里我们调整为0.01，表示1秒钟写0.01次，也就是100秒钟持续化一次 BK，这样就大大降低了 SK 持久化写 BK 的一个速率。在调整后，整个 BK 整个集群 SK 持久化的速率从25万下降到了700，写入时延从20秒下降到了200毫秒左右。接下来介绍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均衡的一个问题。前面我们介绍过负载均衡机制的，介绍过负载均衡机制，其中提到过，当一个 bound 如果承载的 topic 过多，或者说流量，过多时，那么需要自动将该 bound 进行 split，否则 bound 不管分配到哪一个 broker，都有可能会导致该 broker 负载比较高。目前的 split 算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哈希均分的方法。另外一种是基于 topic 数据均分的方法，但这两种算法都不够灵活。以右边这幅图为例，这里有一个 bound，它的范围是 0x00 到 0x40，并且在该 bound 上存在两个热点 topic，分别是 topic 11和 topic 13。如果按照哈希均分的算法，会将 bound 拆分成两个 bound，分别是 0x00 到 0x20 和 0x20 到 0x40。这样两个热点 topic 都会分配到，0x20 到0x40这个 bound 上，这样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预期是希望将这两个热点 topic 分别拆分到两个 bound 上。如果按照 topic 数均分的方法，会从 topic 8的位置进行拆分，这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按照指定位置拆分的方法，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首先需要实现两种能力：第一种是能够获取到一个 topic 的哈希 position 位置，第二个是能够按照给定的哈希 position 位置进行拆分。当具备这两种能力后，我们首先可以通过监控查到热点 topic，然后获取到这个 topic 的哈希 position 位置，再根据该位置进行拆分。如上图所示，我们查到 topic 11的哈希 position 位置是 0x25，topic 13的哈希 position 位置是 0x30，因此我们可以指定从 0x30 的位置进行拆分，这样就可以从两，这样就可以将两个热点 topic 拆分成两个 bound，解决我们的问题。当然，该方法虽然非常灵活，但也需要人工的一个介入，不够自动化。所以，我们目前还正在做另外一种，就是基于流量的 split 算法啊。目前也，这个算法主要就是根据 bound 里面的 topic 流量自动进行拆分。目前这个算法的实现，已经提交到社区，也正在讨论中。但目前我们具备了这种，根据position 位置来进行拆分的这样能力之后，我们基本上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线上的一些问题。最后说一下我们的第三个应用场景，就是集群运营。目前我们的集群主要还是借助在 Pulsar Manager 进行运营和管理的。另外，我们将 Pulsar 的很多配置也进行了一些动态化，尽量避免重启服务来修改配置。然后第三个，我们对在集群升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详细进行说一下，在了解这个升级的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集群升级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升级轮动重启升级 BK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BK 的流量会倾斜到少量的一些 BK 节点上，从而导致这些 BK 节点压力非常的大，那么在整个升级过程中，业务就有感知，那么最明显的就是业务会反馈自己的读写时延上涨，
那么我们通过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发现，是由于 BK，是由于 Pulsar 在调用 BK Client 进行读写 BK 的时候，在 BK Client 里面有一个小黑屋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它会统计每一个 BK 节点它的一个读写失败的一个次数，当这个读写失败次数达到一个阈值的时候，那么在这个 BKClient 内部就会对这个BK 节点进行一个隔离，然后默认的隔离的时间的话是30分钟，也就是在这30分钟内，不再往这个 BK 节点去读写数据，从而就能够对这种故障进行快速的一个恢复，但是这个小黑屋功能在正常的一个读写过程中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我们轮动重启升级的BK 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也就是在轮动重启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把大部分的节点进行了一个隔离，导致大部分的流量倾斜到了少数的 BK 节点上，从而导致整个升级过程出现了一个集群不稳定的现象。那么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说，我们在 BKClient 内部做了一个动态关闭这个隔离小黑屋功能的这样一个开关。当我们在升级前，我们会执行相应的 BK mini 来往 ZK 上去设置一个隔离标志位。然后在升级过程中，如果检测到有该标志位，我们就不进行隔离。然后在升级过后，再将该标志位删除，从而保证了整个升级过程足够的平滑。OK，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的工作和正在做的一些工作。目前的话，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和将来做的事情，主要还是聚焦在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负载均衡这一块儿。目前我们在线上还是会发现，一些broker 流量不均衡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基于负载的一个流量均衡策略，它是根据一些什么 CPU 内存啊这些的一些负载信息进行一个bound 的选择均衡的，但这些负载信息是在上报的时候很多是一个损失值，特别是一些堆内存的这使用啊、内存使用率啊，这些都是一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损失值，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一些误判。由于我们是一个同构的环境，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基于流量来做这样的一个均衡策略。那么目前社区端也是有这样一个完全基于流量的一个均衡算法。我们目前也是说正在灰度验证这个算法。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在刚才在前面提到过的，就是 split 算法。目前的 split 算法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够灵活，或者说，我们后面加的那个，按照指定 position 来进行拆分，这个也需要人工介入。所以的话，我们正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完全基于流量的一个 bound split 算法，这个目前也是在和社区进行讨论。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读写的一些分离在 broker 上。在线上呢，我们还是会经常发现读影响写的这样一个问题。目前初步判定还是在 broker 这个位置会有一些读写的一个交叉的一些处理流程。那么后续我们可能会在它交叉的一些处理流程上进一步的去拆分和分离。比如说一些公用的一些线程上进行一个拆分，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些内存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优化吧，因为我们会经常发现就是在
下游消费在读历史数据的时候，还是会 broker 还是会出现一些比较频繁的央企 C。那么这一块儿的话，目前看到还是会有，主要还是因为一些，服务端的一些对象啊，就是创建过多，还是或者说，没有一些复用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些情况。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在这种内存使用上的一些进行持续的一个优化。最后感谢 Pulsar 社区，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分享交流的机会。另外，如果大家对应龙感兴趣，可以扫描右边的二维码。那么本次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